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 IG 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n。Ken， 就好。好，现在还是在农历七月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之前其实有拍摄过这样子的地点，但是今天又来，感觉不太一样。今天这个地点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它是一个废弃的，算是基地，一个营区的基地。然后根据这个网友给我的资料，他是说，据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往生在这里，而且他给我的数量是大概有10个左右。那具体到底当时是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清楚，因为他也是透过别人他才得知这样的消息。那因为知道我们团队有在探险，所以他把这样的消息给我。最近农历七月蛮多人都很喜欢把一些这种资讯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来看一下。那身后这一栋，因为还没进去，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或者是里面是不是建筑结构还完整。那我们待会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在农历七月来到这个营区，全身很不舒服啊，一来到这边就很不舒服了。而且，什么？没有，没东西啊。没事，没事。而且。你刚刚说这个网友他提供给你，他不知道原因，我在想会不会有点像某个管训班这样子，可能他们里面有一些可能不当的一些什么状况之类的。了解。那军营他们建的地方通常都是比较早期建的，那有时候这一块地可能以前曾经是坟场，因为坟场才会有那么大块的地嘛。对，那这里是不是早期曾经是坟场，这个就不清楚。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蛮多台湾的一些军营其实很多早期都曾经是一些坟场，然后改建。对，那甚至到后来营区拆建掉之后，然后变成公园。对，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存在。那我们待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废弃的基地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就出发吧。我们准备进去，然后刚才忘记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有来的一个算是新的装备，它看起来很像是一支雷射笔，然后它是国外的一个粉丝从他们外国的网站订购的，他们算是抓鬼雷射笔，就是说不是把它抓起来，而是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有灵体。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点状的雷射。那根据这个网友所给我的资讯是说，假设有灵体出现的话，那个点状的东西就会被挡住。对，那他们国外的那个网站卖超多那种东西，然后他这一次寄了很多这样子的设备给我。那国外他们很流行，就是他们测鬼方式都是用科学的方式。对啊，对，走吧。教头，手电筒先不要照前面 ，Ken， 你先扫一下那个楼梯，停着不要动，不要动。哎，这边好像会有几个会闪，对啊，会闪。长官的办公室，过去看。有要先探测一下吗？哦，等一下。教头，你灯不要打过去。目前没有。OK。小心哦，地上都积水。上面上面的地
整个门上面全部都是蜘蛛网，小心哦。先进来看一下，它是写战前室。这边扫描看看，厕所。没有。怎么了？有什么喧嚣？你看，墙壁下面缺一角。照外面那边呢？正常。嗯，你看没有挡到哦，我只能是照里面挡。好，先往旁边那边看。锁住，锁住。上锁。蝙蝠，小心！蝙蝠，那边来照一下，那边来照一下，小心小心！没有，没事没事，走，去那边。我听到后面有声音，门的声音，门拉动的声音。对劲，左边进去一下。浴室，这感觉废弃应该差不多有十年了，嗯，甚至超过，因为看它里面的一些马桶的状况，整个旁边都很老旧，对啊，废弃的时间应该蛮久了，都没有在打理。
飞过来了。先不要按那个灯，你先不要按那个灯。好，往前走，往前走。这间是写办公室，小心哦，那边会飞来飞去。照一下，照一下，用那个镭射笔。是门拉的声音呢，我刚走最后面很大声呢。